会笑死啊！嗨，看我。嘴巴上还套着牙医用的绿色橡皮枕跟支架，上排牙齿外露，加上男子一脸无奈的表情，让一旁女友笑到不行。没多久，看到两辆消防车陆续抵达，原来是牙医诊所有状况。当事人女友把影片 PO 上网，说当下是遇到机器冒烟，烟雾警报狂响，男友嘴上的东西来不及拔，被医生叫起来先跑再说。就看到男友的样子，让他联想到这个卡通人物，让他一时没忍住。就是那个是《海底总动员》啊，可是毕竟还是发生就是这种火警事件，所以他才会这样挥手，还是叫我不要在那边闹了。事件发生在台南东区的一间牙医诊所，当时李小姐陪男友去补牙，没想到诊所内的机器间突然冒烟，情况危急之下，男友顾不得嘴上还套着器具，赶快往外跑，才会出现影片逗趣的模样。不过换作是一般人遇到紧急状况，恐怕也顾不了太多。如果失火什么，我也是马上跑出来，先不管牙齿啊，对啊。我家里失火，那个我在厕所上，我也是赶快剪断先跑出来啊。第一时间保命要紧，这回发生小状况，当时牙医诊所相当低调，当天也派人维修设备，虚惊一场。不过看牙却遇到火警的逗趣片段，PO网15小时，已经累计22.3万人次浏览，男子一夜之间爆红，也让女友相当意外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豪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